今仔日是十月十一日，在台南市将军区西加里里长候选人登记第一号戴大川，在时啊九点成立竞选服务处，在地议员甲乡亲长辈时代拢前来祝贺，戴大川当选声不绝于耳。场面相当热烈，李钓候选人登记第一号戴大川表示：“咱这的乡亲长辈时代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今仔日是我，戴大川，服务处竞选，西加里服务处竞选的好日子，看你民国一零年十月十一登记第一号，戴大川，今仔来竞选服务处的成立，感谢这乡亲时代、长辈时代，来甲莅临来甲指导，感谢这长辈时代啦，这四年来对我的照顾，对我的关怀，我有信心，有信心过来，参加这次四年的，这次的竞选连任，所以。这次抱着这个乡亲一大对我的关怀照顾，他有这勇敢，搁就踏出来。我这次有照我的政见来行。我这政见要争取建设，我拄啊甲这个议员，大大细条细条拢做十三条的南马家排队做。三条拢做啊，一条进发包中，迄条好望角步道四五百万做好啊，做好啊，未来即站，未来搁接落车，我若有顺利当选，顺利高票当选，我会搁继续延续做好到，做好只个西加里里面有空间人运动人休闲，所以我拢照我的政见咧行。第二点，我咧有照顾遮个长辈的弱势者、独居老人，甲弱势者，我拢有我一个表哥理事长，西河理事长因兄哥伫冈山，伫冈山咧庙事，我拢有车载咧，拜托我有一个载出来。叫这个义工，来分发，底下迄个米啦、油啦、豆油啦、盐啊、糖、罐头啊、面，拢一包一包，叫这义工来装，装好，我着爱装七八十、八十包，西河四十包，西华四十包，拢分予这个独居老人，这个弱势者，我有照我的政见咧行，啊，搁一点，我也是有咧送便当。或者个平民以及遮迄个弱势、遮独居老人，拢有叫乡迄啥啥迄个去，遐高个你经迄个饭店店，有甲订二十外分，拢买饭时啊，拢扫遮个老人、遮迄个平民，拢有咧照顾，就拢有咧照顾，所以我有照我个政见咧个，所以以上就是我个理念，我才先困，来拜托咱遮个长辈时代，在十一月二日，会当从你手中个一票先成一票，来投予我登记第一号戴大川，予我有顺利来过关，会当予我继续来替里面服务，争取建设，照顾老人，照顾独居老人。以上是我个先生，谢谢，感谢。咱大川里长，未来四冬伊要做好好。来，搁一点，就是咱这个农路需要扩宽，袂当扩这么高。伊头后讲，这阿门陀会当南南的，因为这路农路的边啊，若无空开啦，迄田青啊发开，有当时啊拢比我人较悬。影响着视线，常个人在发生事故，所以咱大川里长未来四冬，以后机会，我咧相共，这个工课就是要做个工课，所以咱头个较尽头一点钟，
啊，大川里长头啊嘛讲头就是感情就好，嘛我大家坐伤久，所以希望咱西甲里，哦，十一月二日，咱一定要坚持咱的信念，甲大川里长斗三工，一票该让，会当予咱大川里长。虽然你的一票，咱大川里长绝对无可能甲你放袂去，一张票一世情。所以这款这么啊好的里长，这么仁慈的里长，为了地方牺牲奉献的里长，咱爱继续，予咱做咱世界的里长，好唔好？好。好来，来过来发一下。阿姨的查某囝，阿姨的后生呢？嘿，那个嘉莹啊，阿朱啊，朱啊，朱啊，嘛爱来啦。哦，阮世界上幸福的迄个阿朱啊，朱啊，你真正朱啊一句，朱啊两句。最后在乡亲长辈的时代大声喊戴大川当选当选当选中结束这场大会。以上是台北门新闻网报道。